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日咧要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依盒 Takara Tomy 公司出品嘅索斯机械兽耳 Set W11 嘅突击三个龙啦。咁咧佢喺嗰个动画片入边咧就系嗰个饺子嘅坐骑嘅。咁就好，即刻比一比，大家睇下佢成个盒系点先。好啦，咁啊睇到包装盒嘅正面啦，咁啊有一幅佢呢个官方嘅图喺度啦，咁啊右上角咧就系 Takara Tomy 公司嘅乜头，咁呢度咧就系呢个 EZW11 佢嘅编号，咁啊再一个咧就系嗰、那个自由团嘅图腾啊，咁啊跟住咧有一个佢呢个嘅介绍，即系呢个英文啊，呢、這个突击三个龙嘅英文，咁左下角咧就系今次呢、這个。索斯介绍激战本能的名字。好了，包装的側面呢照旧和之前的开的盒一样了。今次有些特别的，它有时呢有些它背景的图呢是天黑的。它今次这个呢就是朝头早的天的，就是蓝色的天。可以看到有不同几款索斯介绍的对垒啦。跟住下边有一个动画的图的，也有讲关于呢、这个索斯机械兽嘅由嚟啦，咁啊跟住咧下边就系呢个咩啊最新情报，喺高豪杂志度可以睇到吓。好啦，咁啊另外一边嘅侧面咧就有介绍咁呢只突击三角龙嘅数值啦，咁啊可以睇到佢一啲数据啦，咁啊佢嘅长高啊、体重啊，咁啊 IQ 都有添。咁啊，連佢一啲依啲咁嘅數值咧，咁啊日文我就唔知咩意思啦。咁應該係啲攻擊啊、防禦嗰啲啦。咁好，依邊咧就係講依一隻突擊三角龍嘅三角龍嘅由嚟啊。好啦，咁啊包裝盒嘅背面咧，今次都係有一個依個介紹啦。咁啊就係開袋啦，咁啊砌好咗佢嘅骨骼，跟住佢嘅。砌埋有啲表面嘅裝甲啦，咁啊跟住本能解放，咁咧左下角都有一幅佢本能解放嘅官方圖喺度嘅，咁咧中間亦都有講解咩係本能解放啦，咁啊跟住嗱，亦都有一個步驟圖俾你睇到嘅，咁啊仲有個 app 可以下載啊，影你啲玩具，咁啊下邊咧就係啲 warning 啦，好啦，咁啊盒嘅頂頂咧。都是有一个官方图啦，同埋嗰个字嘅，咁啊盒顶同盒底都系。好啦，咁依一盒突击三角龙嘅外包装盒咧，就介绍晒俾大家啦。好啦，咁啊依家咧开咗袋咧，可以睇到佢包装入边有啲乜嘢啦。咁就有一个中文嘅说明书。咁啊，我依盒咧，诶得意喎，今次依盒。是不是放錯了說明書啊？我這盒是國行來的，但是說明書竟然是日文，因為之前開的那些全部都是中文來的，那有可能出了錯了。那就 OK， 有一袋 A 啦，那有一袋 S 和有一袋 B 的，那也可以看到呢裡面有一個摩打的。那這個內盒呢，內紙皮盒呢，就是一個一個迷彩，灰色的迷彩。好啦，咁依家咧就可以睇曬個裏邊係有啲乜嘢啦。咁啊，啱啱係唔好意思嘅，其實係附咗兩本說明書嘅，一本日文，一本中文嘅。咁啊，中文名咧就直接叫佢三角龍啦，係啦。咁好啦，可以睇到咧有一個摩打，仲有咧佢呢個摩打同之前開嗰啲摩打係有少少唔同嘅喎，係啊，專登應該係火依只突擊三角龍。咁就仲有呢個裝置啦。咁應該就係嗰個本能解放嘅裝置啦，係啦，見到呢個鋭嘅，咁啊一陣睇下點安裝啦。好啦，咁啊睇一睇呢個咧，今次專登放佢嘅一個組件啦，好大個，佢就放個嗰個紙皮盒嘅中間嘅，就冇包裝袋包住嘅，係啦，咁啊就係咁嘅樣，應該係個背脊嗰個位啦，係咯。好咁啊，仲有呢个咧，今次专登放呢只突击三角龙嘅摩打嘅。
好啦，咁今次呢個好大袋嘅 A 咧，就第一次嚇開到依家咧，即係開咗咁多盒咧，係有四袋 A 咁多嘅。咁嗱，可以睇下啦，呢個 A 一啦，有四個大零件嘅。咁啊 A 二咧就嗱，可以睇到啦，有八個零件。咁就 A 三咧，咁就係啦。有几个呢我都数唔到，顶短路啊！咁啊 A 四咧就系全部都系啲银色嘅零件啦。咁啊有九个，系啦，呢个一粒，诶唔系喎，十个，唔好意思，系啦。咁啊 A 三咧讲翻咧，咁啊应该系有十一个，系啦，十一个零件嘅。好，咁呢个咧就系成袋 A 里面所有嘅配件啦。好啊，咁今次咧就可以睇到袋 B 咧就 N 好多啦，咁就全部都系黄色嘅表面组件啦。咁咧唔知点解咧，而家喺我 cam 度睇可能就好啲，但我肉眼睇咧就觉得，即系呢啲胶啊系好似好廉价，即系好平，出边几蚊嗰啲玩具嗰啲胶咁嘅感觉吓。咁啊，可能我灯啊同埋个摄像头嗰啲质素嘅问题啦，咁就唔可以好原色咁展現到俾大家睇，但系肉眼睇咧就覺得啲膠係好似係好廉價嗰種感覺啊！嚇，好啦，咁依家就睇到就係 S 袋入邊嘅組件啦。咁啊，今次就有少少唔同嚇。之前咧啲膠嘅固定嘅軟膠件咧都係冇一個獨立嘅包裝袋，咁今次就有嘅。咁就係啦，咁同埋今次隻人仔係咁樣坐噶啦，就唔係攀到。好啦，咁就。看看今次這張貼紙啦，有自由團的英文名字在這裡，還有它的logo， 還有一個應該就是這隻恐龍的名字，右邊那個也有寫是 ZW11 啦，突擊三角。這隻透明坐在這裡的駕駛員，好啦，咁啊，搞咗差唔多40分鐘到啦，咁就將佢骨骼嘅部分就全部砌好曬啦。咁咧，依家可以睇到啦，就係佢其中一邊嘅側面啦。咁啊，轉一轉俾大家睇下先。嗱，咁依個咧就係佢嘅骨骼嘅正面啦。好啦，咁啊，45度角啦，咁就另外呢一边嘅侧面，咁啊，跟住咧就系佢条尾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再睇一睇咧，佢呢个顶啦。其實咧，你就咁睇咧，係真係好似一個恐龍嘅骨咁啊！即係不過就機械化咗嘅骨骼咁啊，嗱都可以睇到啊。例牌咧，每一隻都係有三條呢啲咁嘅排骨嘅，咁就好。咁我依家咧就 zoom 近咗俾大家睇佢呢個三角龍嘅頭骨啦，咁就可以睇到咧，係真係幾似嘅，係啦。咁啊，今次咧依一隻固定件咧，只色隻有少少肉酸啊，我覺得好似係以前玩嗰啲咧邋遢泥嗰啲一劈嘢咁啊，固定咗咁，好似係係啊，唔係特別美觀啊。咁啊，依個就係個底啦。咁啊，陣都會再俾大家睇下嘅，砌好咗表格。咁好啦，咁其實佢依家咧就已經係可以開嘅啦。咁啊，開關咧就喺呢、這個。劈劈位啦，咁啊可以睇下佢喺度行緊啊，都有少少論盡嘅感覺嚇。哎呀，唔好意思，唔記得開嗰、那個，係啦，佢要開依個開關嘅，咁佢先可以做到嗰個本能釋放嘅。咁啊，懟兩嘢啦。
喂，睇翻个距离先，唔系一阵怼到个镜头，咁啊真系屙过啦。好惡嚇，懟出嚟依家嘢。咁啊，嗱，你可以睇到咧，即係當佢收埋嘅時候咧，佢唔係全部收曬，係要你自己手動咁再按一按，咁佢先係收曬，咁佢隻耳仔依個位咧先會再喐嘅，係啦。如果你唔收曬咧，咁佢就固定咗喺嗰個依個位度嘅。咦，好似就睇到个嘴啦，系嗱，今次又收埋咗喎，所以诶，但系都仲系可以按一按。咁咧，你点样咧？咁样按实咗咧，拍翻落嚟咧，咁佢依嚿嘢就唔会释放噶啦。咁就嗱，可以俾大家睇一睇啊。我冇开个开关咧，咁佢而家就冇释放啦。咁依嚿嘢自己又唔会喐嘅。系啦，大家都见到啦。咁就好似喺度牛鸡牛咗喺度咁。好啦，咁啊，跟住就等于佢嗰个收翻埋，咁佢又开始喺度行啦。好，咁啊，依个咧就系依只突击三角龙嘅骨架部分啦。好啦，咁啊，搞咗个几钟咧，就终于搞掂咗呢一只突击三角龙啊！咁就啊，可以睇到啦，佢嘅表格咧就系黄色为主啦。咁啊，呢只黄咧系我觉得系好核突嘅黄嘅，同佢个盒显示嗰只黄系差好远噶啦。你睇下佢呢只黄咧，即系我唔知佢系咪有冇做够啦，但系即系佢呢一只黄咧系深色。啲嘅，佢呢只咧係嗰啲好似啲安全帽嗰種黃咁，係啦，所以同埋咧，即係我都話用肉眼睇咧 feel 到咧，即係覺得啲感覺係比較廉價嗰種膠咁喎，咁其實並唔係嘅，只不過係隻顏色俾你係有咁嘅 feel 嘅啫，咁就好啦，俾大家睇一睇佢呢個側面先嚇，咁我去。仲有一個狀態咧，就係咁樣折慢少少嘅，咁其實都唔緊要啦，都可以大概睇到個效果嘅。咁啊，好到佢嘅後邊啦。好，再到依邊嘅側面。咁啊，45度啦。咁啊，仲有佢嘅正面啦，正面几型仔噶，睇起身。咁啊，但系咧依个位咧合得唔系好埋，有条罅。我试过用手指好用力咁按实，但系咧慢慢佢都系会开翻少少有条罅喺度。咁呢个就系要扣分嘅位啦。咁啊，好，咁啊依边嘅45度啦。依家个状态咧就系合埋个嘴嘅，系啦。咁就可以睇一睇佢个顶啦，有个驾驶员喺度嘅，咁啊上边仲有两层，啱啱即系之前冇装上去嘅黄色嘅表夹啦。好，咁啊依个咧就驾驶员都搞笑啦，這个位置就绝对驾到条脊脊，系嘛咁埋，一挫嗰嘢一停，即系假如佢跑一跑一挫咧，你绝对就成个中埋去，咁佢绝对就可以收皮啊，拜拜同佢讲。欸、好啦，咁啊，佢个嘴自己擘大咗，咁啊可以睇到咧。嗱，装埋对眼之后咧，呢只系，哎呀，色都几得意喎，有啲似啲，即系天蓝色，但系又倒啲银上去咁啊，几迷幻嗰啲色嚟。咁啊，好啦，咁啊个头就系得呢个位装咗个表夹啦。咁啊，可以睇一睇佢擘大个嘴啦。咁啊，即系呢两边咧。都系装咗个黄色嘅夹啦，咁就啱啱个身咧都有大概俾大家睇过噶啦。
咁啊，腳仔兩個位置裝咗表夾嘅啫。咁啊，尾啦，尾都係。咁啊，個身。咁啊，總體嚟講咧，咁啊砌就唔係好難嘅，只不過就慢慢冚下冚下，咁啊啲時間就過得好快咁嘅啫。好啊，咁啊又到咗咧，發動佢開關呢個俾大家睇下啦。咁啊，記得咧，即係你要佢本能釋放之前咧，記得要用呢個透明仔滴一滴，即係開咗先。咁你唔開咧，就等佢坐翻落嚟就得噶啦。咁你開嗰陣就記得滴一滴佢上嚟啦。咁佢先可以本能釋放嘅，咁跟住撳個開關，咁佢就會自己行噶啦。收翻埋。好啦，又開始行啦。咁啊，可以睇到咧，佢行嗰陣咧，佢個嘴係會喐嘅。咁啊，條尾就喐得唔係好犀利啦，成日都擺住一邊咁嘅。哦，可以揈，我以為成日擺一邊。咁呢個咧就係一個無定向嘅指示嚟嘅。可以睇下咧，佢撞即係呢條裝衝出嚟嗰陣咧，佢係會擘大個嘴嘅。好啦，咁啊，一行呢只口又合埋啊，张开啊，咁啊，跟住咧，咁啊，睇一睇佢呢个正面攻围嘅系点啦。诶，仲未够正喎，呢个位先正。好。好啦，啊，俾其他角度大家睇下啦。咁啊，睇一睇佢喺上边望落去系点啊？好啦，咁就最尾总结一下啦。咁今次呢只突击三角龙咧，应该系继之前 2ZW0 嗰只突击诶咩军击战龟啊之后咧，咁啊第二只我最中意嘅索斯机械兽啦。咁啊，因为我觉得佢本能释放咧几特别嘅，同埋咧其实我由细到大咧都系好中意三角龙嘅。咁所以咧呢个就系绝对系非常之满足到我。所有喜歡的東西，但是唯一要扣一扣分的講了，他這條罅合埋，還有這隻黃色很噁心，希望之後我可以學到怎樣上色，就可以幫他的表格上一上色，做一做舊，應該會型仔很多的。就都是電動，今次這個是要裝一粒5毫電的，之前開的那些都是裝七毫電的比較多，咁啊，除咗嗰只大隻嘅長頸巨龍咧，係要裝兩個嗰個五毫電之外咧，咁啊，依個係第一隻裝一粒五毫電嘅，咁就面對嘅市場都係比較低齡化噶啦，咁啊，之前一直開每一盒我都有講，咁我只不過咧就係即係以前好中意索斯機械獸，咁啊都未入過手，咁就試下買嚟玩下咁嘅啫。但是買開其實又挺好玩的，咁啊隻隻開下，咁啊佢自己會咁樣喐下喐下，咁啊其實就即係好似有一隻寵物仔咁啦。咁啊係咯，但係佢就唔可以同你傾偈啦。咁啊仲有仲有一樣嘢咧，就係佢擺唔到其他任何嘅 pose 啦，因為佢所有嘅嘢咧都係啲關節固定曬噶啦。咁啊依個就係依一個系列所有嘅通病。咁就 OK。咁今日就講咁多啦。
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分享，记得点赞和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